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姚。这边我的观众提供给我的水希腊要通关这次克鲁菲地狱级混沌之火的影片。哦，那这边只有带一只机械啊，就是雪未来。哎，那所以他的雪未来带的是蛋糕龙克哈，不是攻击次数的龙克这样子。那个水希本身是带九峰龙克这样子。好，那他这边也带了那个福音战士的水小将啊，就是水屋的凌波凌，要来对付回复颠倒哈。那状态盾的话，应该就是用真嗣了啊。那这边也还多带了一只超人 Zero。好，第一关巴康，哎，对啊，巴康这个对希腊来说完全不用担心，而且还可以靠神猪猪回血。好 ，OK， 右边带走了，对，而且右边那只还是火鼠，对水系来说蛮有利的。好，这边要洗技能是不是？好，转了四康。我刚刚看到他斜转那个转不过去了，官方你有没有在看？斜转改一下好不好？拜托啦，改回最初的模样不好吗？我们可以一起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的站在镜子前，好不好？好，左边这只血量比较多哈。哇塞！第一关就来个煞爽的20康，这样还是没有带走。对，左边那只血量真的很多啊。好，那这边应该是想要洗到那个真嗣可以跳起来吧？哇，这是希腊 K 笑喽！天降世界冠军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哇，这是希腊 K 笑喽！哇塞哇塞，真的 K 笑了 ，K 笑了。好，这边转了一个39康，不是转的，掉了一个39康。好 ，OK， 这边就过。嗯，可是真嗣也还没跳啊，那应该是要洗水吸吧。嗯，然后这边的话要开雪未来。哦，这边水屋凌波凌也给他吹下去了，然后超人 Zero 啊，水吸的两招都开。这也开太多了吧，超多，一个大爆发梭哈的状态。这边是要盖围墙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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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纯切猪。好 ，OK， 这边22康。哎，对，我发现希腊用这个水屋凌波凌爽的啊。根本也没差，反正是靠神猪猪回血。好，接着手消指定七，然后火焰地形哈。好，这边转了一个七。哦，又要 K 笑了吗？又要 K 笑了吗？好，28康，所以好，这边直接碾压56亿啊！真嗣也跳起来了，这边可以加状态上去了。好，这边直接变身哈！哎、欸，你也知道我会嘴25秒这件事是不是？好啦，没有啦，没有啦，因为这边如果有开那个真嗣 G1 G2 一起开的话，然后它就会有25秒。如果是我自己私下转的话，可能会啦。对，好，它这边盖了一个柏林围墙出来哈，三行的围墙。嗯，其他真嗣应该可以摆前面一点点啦，因为真嗣摆前面一点点，后面状态上去之后，后面就都打得到了。不过好像也没差齁，对面火鼠然后又是水吸，这个伤害应该剩后面两只也碾得过去吧。好，58康。
好 ，OK， 剩两只就打了23亿出去，太夸张了。哎、欸，没有，其实从真嗣那一只开始，好像就会打了嘛。哎、欸，没有啊，上完状态才打，对啊。好，这边是帮你附上那个哈，消到暗会减攻 99% 的负面 buff。好，这边一样用了一个基本的围墙。OK， 这边35康。好，直接带走。来，接着王一就是那讨人厌的易补了哈。我们来看这边怎么自破易补盾。好，要先洗一回合吗？因为技能还没有跳。好，这边先洗一回合哈。OK， 嗯，不对啊，他在等什么技能？看一下 ，OK， 血未来吗？是吗？不是吧？不用到血未来啊。好，要开始来补千亿了吗？好，整版先转成神猪猪。武士燃烧哈，好，柏林围墙三层又出现了。对，他这边那个变身还有那个间距哈。好，右边的围墙逐渐瓦解。好，剩左边两行。好，剩左边最后一面墙了。OK， 天降来到66康，补了2200万出去啊！天啊 ！OK， 这边直接一波爽过啊！好，来接着二血的部分，克属盾加上不能手消火，还会回复颠倒哈。好，这边就是把血未来跟那个水雾林波林再补下去。最后这边基本上核弹炸下去了啦。好 ，OK， 好，漂亮的满版 ，sweet。好 ，OK， 以上水吸超稳通关哈，感谢我的观众提供，那也希望有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收看，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啦，大家拜拜。